哎呦，这是您看我这个郭麒麟端来的，这菜叫消化不良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这叫糊了。这里边有驴打滚、豌豆黄，没错，艾窝窝、奶卷、山楂糕、芝麻卷，哎呦，椰丝卷都有。由此可见，郭麒麟是一个孝子，太对了，这都是他爱吃的东西。他端到这儿来，竟然每个上面都没有牙印儿，不容易。都让我舔过了。这个是谁拿来的？我这蚕蛹。谁告你的？还蚕蛹呢？蚕蛹，蚕蛹也不对啊！不对啊！这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呀？这你都不认识啊？这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这叫茶碗。哦，说这茶碗头了呢？这茶碗头扣着的茶碗，扣着的头了呢？在这头了。再往前面呢，就是这个茶碗。你横向不行，你走不了方向。哎呦呦，来人了！来人来呦呦！来来来，正好老师来了。侯兄，哎呦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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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坐，我们家来贵客了啊！来人了。那哎呀，这回行了，咱们这回热闹了。我们先走了，那是您走了，您聊天。那是我们家里来人了，对，大人聊天，孩子们去忙活忙活。别睡觉，孩子来走，孩子快去吧，走啊，走，哎，走走。咱们今儿小板车，不见了，监督一个，监督一个，监督一个，我监督你们，哎，监督他们。让我们做饭去，哎，他都给他们做什么？老话说，咱们家来且了，这是啊。您瞧，就来了两位，今天我们这是蓬荜生辉，我们得介绍一下。挨着我这边坐着是北京城小吃方面的专家侯家先生，谢谢。这位呢是德云社的著名相声演员，我的师弟郑豪老师。侯兄是老北京人。